两分。好，这次哈，大威的练球，但是没想到第一场比赛打了四个多小时。这次一发进，但是他一发进，你的得分率是百分百。好，这一球我们看到，后方。好，所以大威就是。双方来回了好几球啊，这球这么得了七分，而大威只守住两分。大威廉斯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，是经过了六次的冠军。这次大威变现，这球在线上哦。这次要回球也并不是特别好回。大威在这里半场这种半场的这种。大威现在在第一盘的比赛军，当时决赛是击败了阿根廷的 Darko。好，巴马尔守住了自己的发球局，这球。大威现在一发进呢，真的巴马尔很难接的。
30-0，30-0。现在在大威的这个。戴威廉斯最近的这两个发球局只有一球呢被对方得分，然后在丢失的其中一个第一发球呢被对方呢逼成丢失。戴威哲哈，这挥拍的力量。这次的这个 inside out， 大威廉斯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，他以6-2拿下公里的差不多哈，这个第一发球的这个速度，他的一发成功率就是53%。这几年吹这个东山再起风。第一发球目前还是只有丢一分，至于第二发球的得分率呢，只有40%。大威廉斯，这次随球来了往前，巴贝尔已经是奋力的救球了哈。要小心，哦，来让姐姐去帮忙。30-0哦，这次也看到了这双手，现在一发得分率应该会稍微高一点。这球的是这个球呢，最终呢，哦，在头上方的这种球，这球是比较难打。他们有一个破发点，这时候是发球的得分，球都一发进了，最近。这位奥地利29岁的老将，好球！哇，这个球，大威呢在底线呢 ，Bummer， 还有在巴拉圭的 Rios， 另外就是 Tim Kaisers。Tim Kaisers 可以说是最不可思议的一位。好球！这次大威呢上网，法国网球公开赛对于大威来说，所以莫名其妙的意思就是他不该输啊。对，像在2006年第一轮就输给了当时大家都没有听过的一位保加利亚的球手。一横扣网，对，这个球倒是相当积极，直接重炮的回击，知道对方他现在发点脾气也好啊，至少把自己的状态稍微提升一下。怒火燃烧，也发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的 Marcos Bagdadis 打了5盘，
击败了另外一位体能的强人达米菲瑞尔。好球，那今天的 Bradantis 又打出一张典型。这一手把大威的脚步操得非常的辛苦。好球，这个加压就相当漂亮。他是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，虽然他已经是当了妈妈，哦，他的女儿已经将近8岁多了。好球！在比赛里面，你打一阵子之后呢，没有多少人能够呢长时间顶住他们的力量。嗯。脚步啊，你看今天的脚步，他自己网的冠军，好球，这个球结结实实的力道呢，哇，相当漂亮的后场高吊球，嗯。好球，这球倒是跑得相当积极啊。嗯，发。好球，这才是大威该打出来的球啊。刚才面的妈妈呢还相当的淡定啊，神情自若，她并不担心自己的女儿。好了， Venus Williams 报国的 Sabine Linsky、啊、Linsky 去年在温布顿打到最后的4强，嗯，最后8强，对不起，好球，而且今年的老将，嗯， Linsky 也是尼克网球学院出来的又一位高材生啊，没错，他的发球正拍，特别是他的正拍是他最强劲的武器，哇，好球，好的， Venus Williams 在第二盘比赛里面第3次破掉了巴姆尔的发球局，这样一来的话他就能够直落2台，是6-2和7-5的比分，淘汰了妈妈球手来自奥地利的巴姆尔，顺利进入到今年澳洲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3轮的比赛。哇，今天这场比赛。